天女和那个巴啦啦小魔仙的，拿的什么拿的制裁你的仙女棒。嗯，我可能是，我可能正儿八经我是个小仙女吧。哎，我的这个应该是会冒泡的，让它启动一下吧。好了，我要开始说我的咒语了。嗯，你们没有听过那个吗？巴拉能量，呜呼啊呼，小魔仙全身变身是多余了，变身对，我这个是会冒泡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见过吗？我的音乐呢？好尴尬呀！我的巴拉拉能量小魔仙的音乐。你们真的没有。太年轻了吗？是我年纪太小了吗？你们不知道无法天女是